的，他每次黑云，他每次白云，看那里，你们猜是什么啊？黑云来了。黑龙的云啊，难道地上的云呢、啊？如果是黑龙的云，看了就惨。那的云有点很恐怖。我介绍你是谁先的？我叫张德成。那看，凉了。哇，好凉！凉凉的天气，江美的天气来了。